这个，你看，那么好了呀，鞋都撑不到了，多一个不如少一个。哎，少一个不如多一个。对，算了吧，我别执着于一个东西了。人呢，最大的毛病就是执着。我老是习惯性的自言自语，就对着镜头自己跟自己说话。 小虎皮，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要带走。哎，我要拿着这个小册子。哎呦呵！不要，晚上睡觉放床边，突然想起来吓个半死。哎，我渴，补充体力。 这个东西吗？哟哟哟！对不起，哇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我现在就跟那种要去进货的人一样。 跟大舞，怎么又到你了？啊！等一下，还没完。还没完。